新闻深深红红。所有来宾都快被吓傻，大陆歌唱选秀节目太多，这档网络节目走另类风，每集请来的六位参赛者有的是真的实力派，有的则是来闹场的，但光看他们外表全都很像一回事，节目的嘉宾导师得靠直觉来选人，林志炫就快被音痴搞疯，还好没有选到地雷。是中国好声音同一制作人，但针对网络族群打造，特别集合了综艺、搞笑与歌唱元素。只是既然有歌手合唱环节，请来的当然都得是唱将。阿丽现在到每个地方就要干掉当地的阿丽。对，只有我。阿丽因为参加大陆歌唱选秀爆红，节目中已经有人模仿她，分身和本尊同台热舞，宣传画面也曝光。问我爱你有多深？太好听了。而据传接下来 Selina、 杨丞琳都会陆续登场，网络平台俨然也成为歌手的兵家必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